我们这台中爽啊，它这次是拿了视频的代言，说它有第一个它的行程格调什么什么，然后轴节色什么什么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搭配下时点辅正的功能。那我们下时点辅正的功能，然后下时点辅正就是我们下时点会随着速度跟温度的变化，会改变我们下时点的深度。那我们以前以往的做法就是说要靠把冲床停下来，然后去调整模具高度，然后再重新恢复生产。那我们现在有下时点辅正的话，它可以随时去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下时点，因为我们在滑块这边有埋光学尺，好，那它就会按照这边尺的下时点的变化量，然后再去做辅正的功能。那我们以目前来讲，我们速度变化成就是改变纠正到400的时候，通常它下时点它会很大的波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它就可以一直维持它的补正量，它要超过它的上限的时候，它就会把它整个把它修正回来，一直修正回来，慢慢靠四五马达把它一直修正回来。那我们按照李岩这边的下时点变化，你看就实际上它只有变化一点点，然后就一直被修正回来。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分别出来的尺寸深度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要去微调它的高度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只可以直接在那边输入我们高度的命令，好，那我们让高度产生变化。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呢，都可以直接从波形图就直接给看出来。好，但是以往在一般的图中里面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，我一定就必须是轴节式的，然后就搭配下时点。再把它修正回来。通常速度都没有变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停下来做滑块调整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到，可以让下时点的技术可以去做，就这样。